谢谢槟榔的民众接待我们，然后参观这个为我们选手喝彩，马拉松即将结束了，这就是所有的车辆全都要离开这个地方。早上我们跑了10公里，就是从这个地方来。今天只是10万个人体育场，可以容纳10万人。今天平均大概来了大概7万人，太 amazing 了啊！凯旋门。